好啦，咁我哋讲完啦香港新闻，我讲下国际新闻先。咁啊 ，Donald Trump 琴日就讲啊 ，Discouple 啊，佢话要同中国中断贸易，佢话同中国中断贸易咧，对美国一啲影响都冇，仲会更加好添，因为嗰啲职位啊，同埋啲财富回流翻美国。咁系咪真嘅咧？系咪真系同中国搞贸易啊？只有中国一边单方面获益咧？呢、這个应该唔系真相嚟噶。好尷尬。從中國做貿易嚟咧，首先講中國最拿手嗰啲貿易先啦嚇。係。中國最拿手貿易，你其實咧如果你唔同中國做貿易，喺大方向嚟講，即係至少有某一啲貿易唔做，你係會令到美國人係做多啲生意。嗯。但係問題就係同時間，你亦都令到美國人買貴貨。係，當然。即係話你個狀況係咁。而家本來咧，你就印銀紙，再嚟買中國貨。而家你，然之後咧，你印中國貨咧，你自己本土嘅人就會有失業。而家你唔印銀紙，你唔買中國貨，你慳翻啲錢。咁然之後你本土嘅人去做，因為本土嘅人咧就有公開，但你就本土嘅全部人民就冇咗平貨。即係啲嘢要賣貴成倍啦，或者好多，咁你就冇平貨。咁到最後，你梗係唔使本嚟印，你出你輸出你輸出錢，然之後咧，你因為冇，然之後咧，你咧就因為冇輸到錢出輸出錢。到最後咧，你個幣值你又會升咗。咁然之後咧，人哋買你美國貨，就人哋著數咗。唔係，就貴咗，所以啲人就冇人買美國。你嘅競爭力就弱咗。你嘅競爭力就弱咗，因為所有嘢都會貴曬。你相佢嚟講嘅話，你梗係要 exploit 一啲人去做一啲好廉價嘅產品嚟去供俾你，你係著數咗啦。咁亦都如果連金融都錯咗嘅話，咁你首先你嗰啲 Goldman Sachs 啊，嗰啲咁嘅外國銀行嘅話，你就變咗唔係一個國際企業啦，你就變咗一個守住美國，守住個咩企業啦？你自己本身唔係一個你本身你成個市場全部細曬啦，即係你嗰啲大嗰啲金融機構嗰啲全部細曬啦。咁如果你咁做嘅話，你即係你如果嗱咁講，如果之前假住係斷絕，或者 brand 都斷絕，之前咧。真功夫中國嗰只入唔入到美國啊？農夫山泉入唔入到美國啊？但係麥當勞嗰啲你入唔入到中國啊？家鄉雞係嘛？即係只耳馬，係啦。你入唔入到？咁始終咧，如果當你係好打得嘅時候，大家飛飛就著數啲。OK 得唔得？就係咁樣。咁你話但係你話你著數，你話你咁樣講，覺得你講乜都得嘅。咁你個當然會有一部分人嘅就業係會好翻嘅。即係話，如果唔准輸入菲傭嘅話，香港嘅馬姐啊嗰啲家務助理，以前啲馬姐啦或者家務助理，佢嘅收入會好翻嘅。當然唔錯。但係問題就係你咧，咁於是乎咧就唔可以 release 翻一啲。嗰啲家庭婦女嚇嘅勞動力出嚟咯，係啦，有得有失嘅。到到最後，如果你輸入外勞嘅話，你輸入外勞嘅話，假設你就係、令到所有大家都享受到平嘅屋，會用更加平嘅資本住曬啲屋啦。但係某啲工種就冇咗香港人份咯。冇錯，咁你永遠你嗰一樣嘢，你唔會係有利啊。咁如果佢去咁做嘅話咧？個餅就肯定係細咗㗎啦，細咗係 OK 就係咁啦。你每一樣 policy 咧都有啲人有利，有啲人冇利嘅，只能夠咁講。係啊，咁啊，至於個餅大啲好定係細啲好，就大家諗啦。又係嗰句啦，睇你用咩環境。如果我收唔到嘅話，個餅掛大掛到 Q 市咩？係咯，睇你處於邊個位咯。如果個餅個餅你有粉食啊，梗係越大越好啦。如果個餅你冇粉食，我掛幾時啊？縮咗佢咯。本來細，但係我有粉食。但係而家大，我就冇粉食。嚇，咁啊，梗係冇啦咁啊，都燒個餅啫嘛，屌大家唔好食咯，攬炒就係咁啦。咁但係有啲人，即係好多人係根本上你其實你 sell 嗰啲人喺一個民主社會度，你 sell 嗰啲人大部分都係懵 L 嚟噶嘛。咁所以你基本上，如果你用太，佢都係用嗰招嘅啫，講下啦，日日都都係都係阿劉翔仲阿陳近南同阿韋小寶講嗰番話啦，即係話大部分人都係蠢嗰只啦。即係佢依家都係我揾呢個新聞都係人學英文啫嘛 ，Discouple。如果即系俾佢一，佢唔系报道呢单新闻啊，佢系利用呢个 Twitter 去话俾你听，嗱呢个字可以咁样用，你可以可想而知呢个问题。如果你学英文嘅话咧，咁你就学错咗，首先系 decouple 唔系 discouple。系 ，sorry，decouple。Okay, 好啦，所以你学嘅时候就，如果你唔讲嘅时候咧，我就唔会。
去矯正呢樣嘢嘅。但問題你而家學英文其實應該哦唔係，即係我話呢單新聞係學英文嘅網站攞翻嘅啫，即係跟住我 check 翻係個 Twitter 最新。OK， 咁啊好啦，下一個啦。咁啊，白宮宣布下星期二以色列同埋阿聯酋咧就會實現外交正常化，喺白宮度簽喎。即係可圈可點啦，即係原來以色列同埋阿聯酋呢兩個中東國家要實現外交正常化咧，簽啲嘢咧喺白宮度嘅，唔係因為佢嘅狀況係咁樣，因為白宮要攞位噶嘛，即係白宮我嘅功勞嚟嘅，唔係冇你哋冇份嘅，即係咁所以即係依係要攞彩嘅，咁所以其實喺白宮做嘅一個公關 show 啦。咁當然以色列咧，其實都已經開始打開一啲外交局面，即係當你咧，只要你耐咗之後咧，你就大家都會漸漸承認噶啦。即係當然阿聯酋就係都好世俗化嘅社會嚟嘅。咁就總言之咧，你一樣嘢只要我壓咗喺度，我死都唔走。咁漸漸嗰樣嘢就變漸漸唔承認都會承認咗噶啦。其實依家美國去拉攏呢個中共呢個和平化咧，其實係咪某程度上又係搞中國咧？即係呢個石油嘅問題，即係你而家拉攏曬你嘛。哦，唔係，主要不佢穩定咗以色列，即係話令到你成個，因為佢其他嘅，即係話其實以色列本來咧係唔係親美，好多人唔知道，佢本來係親蘇嘅，後期之後先轉咗親美嘅，初結個時候親蘇嘅。咁而家你親美嘅意思，阿聯酋啊、埃及啊、約旦啊嗰啲，同以色列和解。嘅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其實唔係代表以色列，即係呢只以色列係美國嘅狗嚟嘅。咁於是你冇咗美國嘅狗，就即係代表咧，你咧係代表咗你 succumb to 向美國屈膝咗。咁所以就證明咗呢一個係一個標誌嚟嘅。個標誌就得啦，因為我同你美國投降啦。我而家就咁樣，我唔係一個正式嘅，我唔係一個嗰啲伊斯蘭國家嘅世俗化嘅親美嘅伊斯蘭國家啦。其實就咁樣。咁其實就係拉攏呢啲其實係對付我嚟對付敍利亞、伊朗啊，係伊朗啊咁樣嗰啲係啦，咁啊好啦，咁啊好多國際新聞就報埋先啦。comprehensive 啲啊。咁啊，另外就白俄羅斯局勢都未穩定嘅，咁啊個反對派領袖啊，嗰個科列斯尼科娃咧，咁啊佢翻去明斯克咧，又俾人黑布蒙頭拎咗上車啦，咁啊唔知道個情況點啦，被拘捕，咁啊個社會白俄羅斯都好動盪嘅，喺明斯克度咧，喺前日仲有成10萬喺街度示威嘅，咁依家都唔知佢想點做啊，拖拖拉拉咁拖成個月啦。咁啊，普京又冇乜表態啊，西方國家又冇乜表態，咁有得你自生自滅咁嘅情況添。同埋佢都唔會落台噶啦。最緊要睇下軍方嘅反應啦。因為所以其實所有呢啲道路上都係槍杆子出政權。你邊個控制到軍方？但軍方咧就係睇佢究竟向普京搖擺啊，定係埋咗西方堆。咁所以其實到最後所有嘅動盪都係軍隊係決定，到最後決定性。這個白俄的境況亦都係我哋睇到有啲軍隊係傾向市民嗰邊啦。如果唔係一早搞掂咗啦，因為睇到有幾個畫面都睇到啲軍人同警察係同啲市民一齊示威。始終唔係咁容易係一個鎮壓本國嘅人民係咪咁容易？咁樣見口見面咁樣識噶嘛，大家所以一早就市民要同呢個軍警割裂先啦。如果唔係冇得搞啊。好啦，另外中印邊境咧又再衝突啦，今次開槍添啊！喺1975年之嚟到依一刻首次開槍，咁啊個局面升級啦，個情況都喺個邊境度。中國就話印度嘅軍隊越過界，跟住大家嗌交，印度軍隊開槍。印度就話中國嘅軍隊越咗界，跟住印度嘅叫佢停，跟住就中國嗰邊開槍。咁啊，中間亦都有啲事嘅，又話中間有5個印度青年係越咗境，咁啊解放軍都揾翻啦，送翻過去。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究竟邊個越界呢？仲有一樣嘢，嗰條界都唔清楚嚇，即係大家你有你講，我講，咁就會升級咧。嗱，佢咧，就第一，佢開槍係明槍，而唔係當然唔係啦。咁第二咧就係佢咧係中印咧就上一次係印度越境嘅。上一次印度我先發制人嘅啫。OK， 咁就今次唔講喎，今次大家都話大家越境。係，咁今次咧就唔知道，但係上一次係印度越嘅，咁就如果再去嘅話，因為總之印度嘅狀況就係因為印度情況好差，
咁佢無論政治啊、軍事啊、疫情啊，所有嘢都做得好差。咁所以佢係會有少有啲發窮惡嘅。咁佢所有嘅佢都好憤怒噶啦。咁而中國情況亦都好差。中國嘅情況好差就因為俾人圍堵。如果唔係情況一片大好嘅，但係俾人圍攻就情況一片大壞啦。咁所以大家都有有發爛渣嘅理由。但係相對嚟講，由於上一次係印度侵略嘅，咁所以今次應該印度越境嘅機會會大啲咁多。但係有時咧，是不可以分辨个月景的，即是这个毛泽东当年很睿智地讲，那些人就发生过类似的状况。毛泽东说你们没有前线的，前线周时都有些不知道什么情况的，说不如我们主动后撤即是不要那么烦。即是那件事呢，是你刚才讲过是正确的。就話都唔知邊個絕嘅邊個。係啊，其實你今日唔係踢波嘛，中間冇嗰條白線喺度噶嘛，大家口同鼻拗咁呢啲嘢，係咪先？如果你有嗰條白線，有啲鐵絲網啊，咁梗係好啲。係，應該就係依啲地方冇鐵絲網，有鐵絲網正常啦。咁邊個冇遇咗個鐵絲網咪得咯？嚇，依家冇一片叢林咁樣，你話中間有條街喺度，大家好尷尬咁啊呢啲嘢。好，咁另外就中國亦都驅唔係驅逐 ，sorry 講錯咗。咁咧就澳洲嘅兩個記者亦都撤走咗啦。咁啊，上海本應住上海嘅，咁咧就話國安處就約見過佢哋。咁依家最新嘅報告亦都話咧，有人去搜查佢哋屋企。咁咧結果咧就兩個咧有兩個澳洲記者又飛翻去依個澳洲。咁仲有一樣嘢，原來撤走曬啦，已經中國已經一個澳洲記者都冇啦。嚇，係70年代開放改革之後第一次。所有嘅澳洲記者撤翻曬，即係佢哋都叫曬你翻嚟。咁澳洲當局都講啊，唔好再去勸喻啲人唔好去中國，因為可能係隨時會被無理咁拘留。咁就外交僵局啦，完全係撤條，即係記者都撤走曬啦。咁啊，唔知澳洲人會唔會離開中國啦？咁但係就個情況咁。冇乜澳洲人住喺中國嘅，但好多中國人住喺澳洲。依個得然啦，咁佢哋係麻煩啲啦。咁依家就中國嗰個仲要除咗澳洲就其他嗰啲西方國家啲記者證好多都唔續期啊，美國、英國嗰啲。咁但係唔知發展內會點啦。咁啊，講翻先，咁另一單睇咗單報道咧，下低嗰個報道咧就係關於澳洲事。原來即係開放咗嗰個申請之後咧，50,000聯盟對香港人咧，依家已經有7,000個香港人咧移民咗去澳洲啦。都澳洲噶啦，澳洲都有條路噶啦，好多人都澳洲有移民啊，移咗過去噶啦，應該都有10,000+噶啦，係嘛？係好多澳洲人，好多澳洲人，好即係香港好多澳洲翻嚟嘅。係啊，因為好多人都本身已經喺澳洲有屋，我都識幾。啲人話係澳洲咧第一暖啲啦，第二稍為近啲啦，唔係近好多。第三就係咧好似話去澳洲讀書平啲嘅，即係喺所有澳洲就平過係。歐美咁咪同澳洲玩噶嘛，任賭啊，有馬賭，有賭場啊，好住咗中意賭錢啊，應該澳洲嗰啲人講嚇，啲人咁樣講，同埋啲人好懶惰啊，係即係唔知啦嚇，因為我認識得啲人又係啦嚇，去過澳洲咁翻，總係會翻嚟嘅，點解嚇？佢哋係啊，話好好啊，好靚啊，成樣嘢都好啊，好慵懶啊，都係玩氹啲嘅，就喺香港，同我講，翻曬嚟。咁就係澳洲少暖啲，加拿大凍啲咯。係咁啊，講翻日本嘅情況啦，咁啊，亦都三個首相嘅人選開始出現啦。咁啊，分別係內閣嘅官房長官菅義偉、前防衛大臣石破茂同埋前外相岸田文雄。咁啊，就會喺下個星期咧，就會舉行呢個黨內即係國會裏邊自己自民黨嘅投票。依家頭號大熱出咗嚟啊！就喺個菅義偉差唔多必篤定當選啊！咁佢都講到明，就會延續翻安倍嘅路線，行翻安倍經濟嘅嗰個路線去行落去。咁啊～冇乜特別啦，都即係總之啦。第一日都係講佢啦。問題就係佢會唔會做一場咧？咁大家都估佢做唔長。嚇！依個應該都係做唔長啦。上一次啊，菅直人係嘛？即係海嘯之後都好短時間，唔係自民黨啊，民主黨第二個黨民主黨嚇，就好短時間又俾自民黨攞翻。咁依家應該都有親戚關係㗎啦。依啲佢哋都係黨人嚟。佢哋全部日本全部都係親戚關係，全部都係㗎啦嚇。即係你普通一個平民，你想入去啊，嗱冇機會啊。唔係。你入到去嘅，你可以勉強可以選到嘅。不過你選唔到入，即係你入到自民黨，可能你做到議員嘅，但你做唔到入到中心內圍嗰一堆咯，嗰堆權力，因為佢哋有金權政治，有嗰啲係啊，好犀利嘅日本嚇，嗰、那個東京市市長嗰個女人咧都好受歡迎嘅，你都唔見佢可以最後喺自民黨最高層去，依家好似唔知啦，即係好多年嘅。
谷池百合子又唔記得咗。總之全部都係一個咩嘅、啊。好，最後今日嘅最後一單新聞啊，喺北京，我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出席咗一個抗疫表彰大會啊，表示喺抗疫鬥爭中咧取得重大嘅戰略成果，充分展現咗中國領導嘅中共領導嘅顯著優勢，永遠保持黨同埋人民嘅血肉聯繫，就定能鬆容面對複雜嘅局面同埋風險嘅挑戰。好啦，咁啊，舉行咗一個叫做抗疫表。呢、这個讀章啊，表彰大會啊，咁啱啊！你學齋抗疫，我哋 number one 啊，我哋做過，做得很好咁啊。但係問題，當我做得唔好嘅時候，俾人圍剿，唔抵得。唔係，第一就係做得唔好，都會俾人圍剿嘅，係唔係咧？你而家俾人圍剿，最初嘅時候唔係係之前。我真係好想問你呢個問題。未發生嘅時候都已經有嘅啦。係咯，話你知啫。係。咁但係依家係四面楚歌。但係第一就係咁嗰陣時係未開始啫。現在開始了，第二就是你中國呢，你越來成功，你面對四面楚歌的情況就越大，因為對方的時候你有這樣說沒有，你現在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就是他的國力本來和美國在這裡，他在追上來，疫情之後這樣追上來，然後呢 OK、美國單打獨鬥，他沒有必勝把握，他就要召喚一堆人先打，即是你越是貼近美國，你越是會，即是說你個反抗越大，你個壓力一定越大。係，即係呢個係你香港政治、全世界政治都，你反抗越大，壓力一定越大嘅。咁你如果你當你過到咁貼近嘅時候，你又唔崩潰嘅時候，你越係接近美國，你所接受到嘅壓力一定越大。你如果更強嘅話，中國到咗之後就美國會更加強力咁去打擊你。咁呢個係必然噶嘛？細路仔唔跌唔大。咁總言之，你必然係要面對嗰個問題噶啦。只不過你早面對嗰個問題，就即係代表你勁咯。你唔面對個問題咩？但係當然你俾人哋揼瓜咗，你就唔勁啦。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若然今次個疫情，哇！中國同美國都係幾百萬嘅，咁樣咧應該就唔會引發咁多。依家就我哋好咗。你希望好咗定衰咗咯？就係。係咯。你好咗一定會衰啲，你衰咗一定會好啲。O K。問題就係你必然會發生呢樣嘢，你越嚟接近，即係如果美國單打獨鬥嘅時候，佢同你接近實力咁接近嘅時候，佢就必然佢會拉攏其他嘅盟友啦，叫做。如果我可以咁講，如果中國係再強大啲，係已經稍微超咗美國嘅話，就連俄羅斯都會反中國。都大家都知㗎啦。係俄羅斯其實佢因為始終西方文化，因為教文化咧，佢係接近美國多過接近中國嘅。個樣都係咯，大佬。咁所以咧，而且咧，佢中國同嘅地緣政治咧，中國對威脅係大過美國嘅。咁而家俄羅斯之所以咧，佢同美國咁唔啱咧，就因為美國嘅勢力強大過中國啫。咁所以中國如果再強大嘅話，尤其是佢嘅意識形態全部都一夥噶嘛，你唔能夠希望。黐肉不離皮，你唔能夠希望德國親中國多過德國親美國嘅，因為大家都係佢哋係相同嘅，同文同種，同文就係同埋拉丁字母啦，同種啦，同文化啦，咁於是乎你唔能夠要求咁啊，所以中國咧，你希望咧，你喺未來嘅二三十年之中咧，喺國際社會度都唔會好過噶啦。咁如果學你咁講，最應該拉攏就係韓國同日本，啱啱？其實日本嗱，好似 Samuel Huntington 講過，中國同日本嘅聯盟咧係機會係好大嘅。雖然而家咁受，中國同韓國、日本其實係比較近似啲嘅。呢個你講得啱啊。但係日本而家就容易入骨。呢個問題就係人哋紅蘇綠眼，咁係真相嚟噶嘛。但係日本而家就綠眼聯盟，因為佢仲想掹住嗰邊，因為俾嗰邊係洗腦得緊要。但係問題就係 Huntington 佢話到到最後 finally， 我記得佢應該係講過嘅，咁啊講文明的衝突嘅時候講過，但我唔敢百分百，一本書已經冇咗好多年啦。咁佢應該講中國同日本同韓國的確係接近啲嘅，但問題而家係遠啲，同日本係更加遠啦，同韓國都近啲。咁所以咧，你要去令到日本覺得同中國接近啲咧，係要耗一段時間。咁中國同越南都係接近啲嘅，越南同美國係其實係搞唔掂，因為到到最後越南如果一耐咗嘅話咧，就會發現美國都係想害佢嘅啫。咁害咗你好耐啦，大佬啲橙仔依家就危害到依家，我唔信佢哋放低到啊！系唔系橙仔可以放低，但問題就係美國到最後都係想推翻你越南嘅共產政權。係當然啦。咁所以咧，所以到即係佢美國就想將越南好似中國咁做法，到最後咧越南都會發現中國可靠啲。如果你咁樣講咧，印度可能幾重要啊，即係啲介乎於兩個中間，又唔係鬼又唔係，你明白我意思嘅啦，即係佢啲鬼佬都唔當印度係同中同種噶。
即係另外一種。印度咧，但係到到最後，因為印度本來咩都唔係嘅，你叫印度賣鬼，咁佢殺埋鬼佬啦。到到最後，印度反而唔似中國。嗱，你叫我講印度反而唔係同中國唔係咁接近。OK， 好，今日嘅新聞聯播時間都好長啊，咁我哋聽日新聞聯播時間再見，拜拜。